叫什么花？木棉花落花的时候，我还动脑子想把它捡回来放在你们参考，把它全留给，因为我会觉得你们错过2012年最美丽的花了，谁也没有去欣赏。我有啊，你有，你错过了，因为那个花要落完了，当最后那一批花掉下来的时候，我想那天正好下雨，正好天阴，我原来准备去收那些花，收回来让你们看看。我说2012年的木棉花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落完了，最后一批花掉完了，你们错过了已经。2012年过去了，你错过了木棉花的美丽。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？我只是举个例子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丽，你为什么没有欣赏？而无谓的活在过去的纠缠，活在未来的恐惧里，很多东西，活在你的那个欲望，而不会享受眼前的东西。因为一个人要享受，他说句享受的话，他要享受，只能享受当下。他能享受什么？这些都是循环。对，因为当下对他比较真实。对，虽然也是虚幻，但对他还是真实。对，他如果没有痛也好，虽然他应该是享受的是当下。对，没有，所以如果错失当下，没有快乐可言。对，错失当下本来是看不到快乐的，你没有幸福和快乐可言。你为什么想那么远？想20年以后，想10年以后，想5年以后，管他呢？你想有用吗？我们可以为某些事情做打算，但是你也知道一切无常，不要牵挂。你可以做打算，但不是牵挂。怕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。该得的得，该失的总要失去，你能控制吗？我们总是抓着过去放到未来，跳跃当下，跳跃当下就等于跳跃了幸福，跳跃了快乐，跳跃了当下的享受。剩下的没啥享受的了。抓不住的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一生，啊，错过当下，一生错过不止一生，生生世世错过自己，因为生生世世也是业力过去的，人需要很安静的享受到当下的东西，不是那样的生活，那不是生活，那是演戏，这才是生活。面对当下的每一个踏踏实实的每一点，这就叫生命，也叫生活。我们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，你要训练自己脑子里。当你每想到过去，想到现在，就把它拉回，慢慢的开始，不是一下子你就能达到的。我们总是脑子里有很多的幻境，就像吸了毒的人，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些妄想、这幻境，就是这样。慢慢通过修行的目的，刚开始就是把这些幻境清理掉，最后面对真实。真实不美吗？真实是最美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发现真相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为什么一个佛祖，我们到最终时候告诉佛得了什么智慧啊？说没有智慧，他就是知道了宇宙的真相。难道宇宙的真相我们不知道？我们也知道奶是酸的，白开水是没滋味的，不真不假。因为你的心不在这，所以你怎么能知道？你心坐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就在东北，你的心在家里，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凳子上、这个桌子上发生的事情？这一刻发生的事情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因为你心在这儿，知道吗？心在这儿，身口意，这就是说，当你身体坐在坐垫上的时候，心跟着它坐下去，你就会发现坐垫的美丽。坐垫上会发生什么事，你才能知道啊！你心不在坐垫上，坐垫上永远不会发生什么，即使发生了，跟你没关系，知道吗？即使坐垫上开了一朵莲花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心不在那，因为你不知道。为什么心不在你？满世界的报应啊！一刹那一个念头，全宇宙转三圈，转回来又关心的又转出去了，听不懂。他说不动不动，把眼睛放在练成段儿眼，他也动，怎么也能动。静下来，把气沉下来，慢慢的，有点信心。啊，有点激情，认真的坐在那，慢慢的把自己的腿瞧一瞧，拍一拍，把胳膊揉一揉，又不是坐不抬不起来，这是不是件很难的事吗？然后呢，屁股稳稳的坐在那，然后呢，把意念沉下来，起神儿，面对那当下的那个地方，面对那个坐垫，面对那个禅堂，不要想的太多，就这么简单的事，大家就是不会做。哎，复杂的事都会。
你要今天说搞个什么越复杂，大家挑战性越厉害，全能够不弄出来啊，最后过客难关。简单的事倒不会做，太简单了吗？面对当下不会做，网络不会传人，电脑上多复杂的东西他会弄，他就不会做这么点事。最简单的一件事，这里面他就不会做。最简单的享受白开水，他不会做，因为他准备比较。白开水出现的时候，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饮料，这边想的是美酒，啊，还要佳肴。他想了这么多，心在这些东西，他怎么能喝出它的味道？你心就在这儿，那味道就出来了。那些妄想不会出现。这就是学会慢慢的享受现实，当下就是现实的东西。现实是我们经常会比喻说，现实是残忍的，现实是冷酷的，现实是麻木的。你心不在这儿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心，每一个人的心都不活在不在现实，那肯定是空虚的、没有的、没方向感的、冷漠的、没爱的。你心都不在哪里那些东西，心回来了，你才发现哦，当下原来真实的东西不是这样的。那个馒头，这个水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美。只有你的心在这儿，你才能发现这些东西。心不在的是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被妄想控制，所控制，被妄想啊梦想所控制，我们不由自主的乱想，而且我们总在希望未来比现在更好，未来怎么可能比现在更好？更坏，我们从来不这样想，更坏，也许会担心它更坏，希望它更好，这样子行。这一刻你不做，未来怎么可能更好？难道未来是你想出来的吗？是你做出来的。这一刻你不能享受当下，未来就是由当下组成的。你错过了每一个当下，等于错过未来，你也错过了享受未来。错过当下等于错过了未来，是一样的吗？有因果的吗？你错过了因，那个果能好吗？即使错过了因，果来了你也不会享受，你也会错过果。所以美的果也会在惩罚你，不是享受，你不会享受。我们拥有美的果还是不错，但是不是享受爱，也成问题，爱太多不享受也成问题。因为我们的爱情太多的去较真，太多是争得失，太多的嫉妒，太多的占有，太多的较真，太多的自我，所以爱就变成了不是享受，成了一把刀，我爹割你一块肉，然后受伤了。凌迟，凌迟猝死，让爱判了死刑，凌迟猝死。可是爱是让我们解脱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原来被爱判了死刑，还是凌迟的，最严酷的刑罚。因为不会享受。太多的想法，太多想法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他能怎么样，他到那些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他又不是因为你要怎么样就不要怎么样，是什么样你就享受那怎么样，他离开你吧，跟你在一起，把你享受那一刻就行了吗？都是，那是注定的，很多东西跟你承受就承受吧，承受变成了享受，就是你怎么去看，为什么要在意他？不会活的人就会很辛苦，会活的人没什么，仙山罗会人会活得很开心，不行，好也行，坏也行，逆境也行，顺境也行，有人爱也行，没人爱还行，你爱人也行，你不爱也行，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有什么，都是花开花落，都是自然规律，我们的经历。
这就是说花开的最后我们没有捡回那朵花，哭的树桩也美丽，错过了那天难道就能够错过了一生吗？你今天去欣赏了没有花的树啊，你不需要再去怀念那朵花，说哦，老师说2012年的木棉花落完了，我遗憾死了，没赶上，没去欣赏。你为什么要纠结这些呢？木棉花落了，他们哭了。你今天去看看那棵树更好啊，根还在，你会有希望，明年还一定还开花，明年我来看你。你一定要活在这一刻，而不是活在木棉花落了就落了。我们没赶上就没赶上，怕什么？他明年自然会开，是不是？而且落了花的树也许更美丽。怎么想看你怎么想，脑袋要转过来。你死盯着一个执着，你就完了。一切都是在变化，失去也美丽，得到还美丽。没留意，没来得及留意，没问题啊。我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我现在拥有啊，帅一帅，我拥有些什么？哦，很好啊。一贫如洗也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都失去了，从头开始，所有的路都向我打开，没有牵挂了，我可以从头选择，我该怎么走？怕什么？我们有的是能力，有的是手，有的是脚。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什么？是不是？什么也不怕。什么也不需要牵挂，不需要执着，也不用害怕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主人，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。你要不会活在当下，你就被时空控制了，紧紧的牵挂了。你成了奴隶，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奴隶，你被所有人在转，你被自转。这个人今天说你一句话你就不行了，人家夸你几句就不行了。你要为你活在当下的时候，你就不在了。小丑打打我，小丑我的白开水，你怎么样？你有一千亿，你怎么样？我不羡慕，那是你的，你会想什么？和他交流交流。你真的觉得那个饮料会好喝吗？你就永远，你要能享受当下的每一个东西，你就永远不会羡慕别人的什么那些虚荣的东西，你都会替他担心。你拿了那么多钱，你拿了那么多钱，晚上宅不惦记着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不是说我们去享受当下，就我们就不拥有这些，没关系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你也去背着枪，或者是走上战场，没问题啊。享受那一刻那个壮烈，死就死了。既然上了战场，还能怕死？不是怕死就是我死，那拥有的上前冲吧，这个要么不是，要上去就是英雄。上了战场就应该当英雄，英雄不一定是烈士。要么我们就不去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享受，你活在每一个当下，你活在每一个当下。要么你不做，要做了，做的让自己完美和舒坦。但不是渴求完美，是自己享受那个过程。因为你做了选择了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一定有得失。你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得失，那你怎么去享受这个得失？活在这种境界里，这才是一个。这是很有要智慧的，因为我们总在恐惧得失，恐惧失，因为要得。其实那些失是正是因为你拥有得占有的太多了，你才怕失去。你没有什么，有什么怕失去的？其实一个人，如果他要不在有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他拥有一切，这叫秘法。你说你想再有一切，你最后伤痕累累，什么也拥有不了。你把自己打开，你不再想拥有一切，一切自然就回归到你这。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。修得开心。